阿玲，我知影你真委屈，啊，不过为着莹莹，会当伫阮家，也阁有母家，摕着计生款，咱一定爱忍耐，爱较牺牲的。啊，若无死到莹莹上头空，伊一定会怨恨咱这对父母的。你回去啊，嘛好好甲莹莹考考。爱学会晓以退为进，唔通这么骄啦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若无吃亏，永远拢是伊家己。好啦，我知影。这一切拢会过去的，只要咱一家三口坚持立场，到时咱一定当团圆。我绝对会让你母子幸福。这款关系，即马想想，咱梁祖义早就对神明特别关心，只是伊拢以嫌妹仔感情做借口，把我甲草原骗过。过去我是予鬼遮眼，才会无看到伊两个偷来暗去。即马知影家己毋是这个假人，突然间，啥物拢看清楚啊！抓着这枕头，这个桥。真正是愈来愈趣味。唉，最近哦发生这么多代志，实在是有够烦的。好佳哉啦，咱今仔日来找温泉公会理事长，讲到足顺利的，总算哦是有一件好代志啊。辛苦你啊！今仔日吼，咱就好好放松一下，明仔载才转去，甲部长来报告这个好消息。这嘛是一个大功劳。希望阮大官哦，会看到这个功劳的份上，信任阮这班的能力。啊，若无，心态甲伊一直咧出包。唉，那当然是讲，双手甲计信任的位置送互信贤啦。既然夫人会提醒你，来讲定这个合作案。可见伊的心内也是真要紧，希望你会当把母家的资源拢抓条条。趁即摆有信息，无用咧谈人的讲婚事，咱就紧来完成这个重要的投资项目。我表现者，我嘛是安尼想，好佳哉啦，阮妈也是替我想。啊，若无我真正规个心情拢乱糟糟。唔哪里嘛，你还佮我。我嘛为你设想，替你甲因出主意。系啊，我遮尔暗才到，即马温泉公会会议应该拢结束啊。等下妈一定会甲我念啦。说啥去啊？先去泡温泉再佫讲。太亮！你拄只是对我妈在创啥？你真正足好大胆的呢！对我妈在卡来手来，莹莹啊，你妈在讲啦，过来只大声叫我听到就唔好啊啦。所以你甲鬼温泉去包落来，就是假讲有人看到你甲白汉的乌白来心，是不甲小奶奶呢？
你莫忘记家己的身份，竟然甲这种人安尼乌白来。什么叫做这种人？伊是你叫二十几年喊的阿姐，是伊甲你斗相共，斗相共到伊差一点仔伤重伤喊的阿姐。我就讲嘛，是安怎我大概看到你，我就感觉足孤单的。原来是你看阮妈的眼神，我起鸡母皮。妈，你袂当因为爸对你冷淡，你就安尼清清菜菜，互伊骗去啦。伊是外国司机后生呢，你甲伊天差甲地呢，你甲伊做伙，敢袂想过无见食啦？我是怎么讲不对啦？你就是要偷吃，你把姐姐配你下去啊？那是伊啊！伊你，好啦，什么？别为着我去冤家啦！你放手啦！你别用你的手看着我妈，你一个垃圾人！你敢不知你家己讲啥？别莫讲。恁汉娘阿叔为着要甲伊斗相共，伊不甲家己差一点仔拢无命嘞！你无甲伊感冒阵拄煞，你竟然要看伊无？这几年，伊表现到这么好，伊是恁外公上重要的助手，你是凭什么用这种口气甲伊讲话？凭什么？就凭伊袂见笑啦！伊是头家的，搁困头家的查某囝，若是让外公知影。外公绝对爱伊的命，我不准你想到这里，啊，若无你绝对后悔一世人。你嘛知代志严重哦，安尼你阁饥不择食，你甲伊做伙，今日是我知影呢。若是予别人看到，你这个不改小奶奶，就会变作是全世界笑话。莹莹，你若当作无看到这件代志就好啊。我已经看到啊！你拢不知影，这件代志对我心内伤害有偌大。妈，我才当作你是一时糊涂，这件垃圾代志就到我这为止。白燕娘，你今晚马上去辞职，永远莫出现在我的面头前。大伯，我就去跟阮外公讲，阮外公会安怎处理，你该想清楚啦。伊副市长，赶紧讲，伊什么？是。你别这么伊是伊爸。公事，我讲了真清楚，你是你爸，是你亲生的爸爸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出事了，阮就确定这点。我是你的亲生爸爸，我甲你妈，才是真正的翁仔某。你一定拢在欺骗，阿娘是咱万家的脚手人。
不过你一直都不知道，因为着咱已经放弃足侪机会啊。那是我一出去闯啊，差点有成就啊。啊，不过伊拢无爱，伊甘愿甲伊一世人拢交予咱。安尼，你敢还阁不知影伊有偌爱你？我会甘愿留伫万家，做一个助理，只是为着要伺候恁母仔，因为恁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真不好意思，我无我大的成就，会当让你感觉骄傲。啊，不过若是你爱我去争取，我会为你去做，我会当离开万家。我会在上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，给你看。到时阵，你敢愿意看我一下爸爸？你应该是在这间温泉饭店开会啊。喂，妈，我已经来到你讲的迄间温泉饭店了。啊，不过听讲迄会议敢那结束啊呢？啊，莹莹敢有讲，伊是要直接回去，还是要伫咧遮待一暝啊？我有敲予伊，啊，不过拢无接啊。好啦，无我先去坐一下，看完再搁敲予莹莹。一，一，一，你哪这里不顺利啦？啊，有要紧无？应该受伤啊吼，真疼哦。来，爸爸看一下，有安怎无？啊？爸。哦，那哭到安尼啦，还是等我一下，你甲爸爸哭，哦，莫哭啊。好啦，乖，我的小公主，莫再哭啊，哈。是不是今天开会受委屈啊？上求你跟我讲，我愿意找伊算账。这个人哦，一定是看你少年，要是讲你好欺负。我今麦就去问个饭店负责人，看今日谁跟你开会。姐姐哦，也算问个清楚。呀，干啥呢？爸，我无想要待伫咧遮，所以就真正有人欺负你，对不？莹莹，就算双方合作哦，讲袂成嘛不要紧，咱无需要为了趁钱哦委屈家己。你是我有心态的查某囝，谁拢袂当欺负你。啊，是安怎？你会愿意对我出头？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！啊，爸爸替查某囝出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有啥物通好问的啦？啊，不过，刚如果我不是你的查某囝嘞？你哪会雄雄讲这番话啊？